邀请他去看9月11号的那个在两厅院的 SH 的演唱会。消息已经出来了吗？昨天在脸书上了，不然还没。他们说还没。昨天不是脸书就贴了。昨天脸书贴的是三叶草的画面，不是吗？那底下还有日期，9月11还有两厅院。有吗？有、啊。到底有没有啊？有。啊，敬请期待，还没公布。哎，反正呢，你如果有空的话，就来我们家坐坐吧。好的。趁我老公不在的时候来家里坐坐。哎、欸，老公在了，在对面。所以会不会担心说，哎、欸，拉姐姐，老公如果在旁边看，你会就是比较紧张还是什么之类的？不会耶，因为姐夫人很好。你是有跟他相处？没有，就是见面感觉就是非常好好先生。应该不会吧？不会，他不会怎么样。啊，对对，不会啊。他早就习惯了，他老婆这个样子，不太正经。所以亲密的尺度是到哪裡？我们不亲密，其实真的没有很亲密，但是我们很养眼。就是身材的部分。在那边不便多说。轩瑞负责吗？就我能够付出的，我会尽量满足大家的。对，你真的是很棒的孩子。对，开始在节食了，这孩子辛苦。